我一直按到别的东西。我的头发有点短，它乱翘。晚安，大家晚安。等我，我截一下一个截个图。Thank you。20分喝奶茶，谢谢 Lolly Love 的时空之锤，谢谢不入流的我来签到了，谢谢开展闪光星星。Hello， 大家晚安。嗨，北原，谢谢北原的真情告白，谢谢阿给的玫瑰。还有吗？突然一瞬间多了好多人，来不及。谢谢落日的人气泡泡。泰林公子 SRG Tomo Lolly Wolf 开闸天天围城阿给，谢谢本人的干杯。穿这样好像太热，还好，其实我觉得还好哎，因为是短七分袖还可以。嗨太空，嗨普吉纳卡博弈易凯龙骑士深深，谢谢龙骑士的干杯。不入流阿基拉艾斯，谢谢阿基拉的我来签到。嗨洛里你好，嗨头好壮壮嗨低，嗨谢谢小黑亚的玫瑰，谢谢深深的玫瑰，嗨玉超，嗨一飞，谢谢深深的玫瑰，谢谢龙骑士的闪光星星，谢谢勇哥的我来签到。嗨小蜜蜂，脸部特效，我有脸部特效吗？我看一下，哪里啊？这是什么啊？动物哎、欸，看到了一个很奇妙的东西，等我一下，我的好像都没有很多耶，我的。它还有什么开播时长于一小时后开放的什么麦霸，然后什么小象10小时，应该超过了吧？为什么没有？还是因为它重新计算？那是不是要重新计算那个？哦，是皮卡丘哎、欸，好可爱哦，这个皮卡丘。嗨 Z， 嗨志伟。嗨 Evan， 嗨草莓酱，嗨玉峰，嗨咪呦，嗨424，嗨小李有一推，嗨赵旭，嗨阿元，嗨哈哈哈，超级赛人，怎么感觉很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好笑。嗨阿巴，嗨坤坤，嗨12号，对新功能呢。嗨鱼豪。嗨果冻9号，嗨肯肯，嗨空叶庆，手掌哦，错手掌。现在恭喜玉峰升级了，是什么手掌？哦哦，我可以发电哎，皮卡丘，哦，好笑哦，这个放电，为什么是用手放电？不能用眼睛吗？嗨伟哲。嗨金就好吃，谢谢小亚玫瑰。嗨嗨信伟，嗨洛罗罗诺亚，什么叶萧庆静雷雷神女妖，雷神我变雷神了，雷神说了我是雷神说了的妹妹。皮卡丘，笑死，雷神说了的宠物是皮卡丘。嗨秦轩，米友明天要表演，你要表演什么啊？加油米友，加油表演加油，谢谢玉峰的新之冠。哎对哦，忘了设我的活动了耶，算了，呵呵来不及了。
谢谢玉峰的新之冠。太监是好的，太康了。嗯，手指好像也可以。哦，哦哦，好可怕、啊！这技能是什么？好诡异的技能，这个。从手指放电是什么神概念啊？嗯，好怪哦。嗨，谢谢阿给的 Love You， 想用马尾放电，马尾是可以拿来甩人啦，我可以用马尾甩人，没有问题。嗨 Kevin。嗨呀妈路普，嗨 Andy Junior， 社团表演是 cosplay。哦，原来 Mio 又玩 cosplay 啊，我也有玩 cosplay 哎，加油哦！可是我觉得其实不用那么紧张，因为毕竟我觉得就是你玩那个兵应该算是一个兴趣吧。我觉得你不要把兴趣太，就是不用太就是过于认真，就我觉得开心最重要。觉得你只要觉得开心最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素音什么的，其实在兴趣里面没有到那么重要。我觉得你只要自己有尽力去做就好了。所以就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就是真的，如果万一就是结果没有很好的话，你也不用难过，因为我觉得兴趣就是你玩一个，你就是玩开心一个东西，电力满满，乱放电。我有切吗？我记得我没有按到心之冠，因为我刚刚很急着开，我就没有按了。嗨 Ricky， 电力很强，我要用爱发电，用爱发电，就沙赞吧。怎么念来着？小镇，嘣，自带音效。一进来就皮卡丘，因为有人叫我换脸部特效，还有别的。哎，我有惯性，我有皇冠了，等我一下。偷喝茶，谢谢又成的新之冠。没了。我有皇冠啊，好可爱哦，这比较适合我。硬要还有什么？有小象了耶。啊，我还没有100小时，100小时有那个胖丁感觉就很可爱啊。看一下麦吧有什么哦，唱歌的，那我这个吧，这个没有肉容易被鱼喵电到，那只有艾斯吧，艾斯根本就是只有被诗雅电到啊，艾斯其他人根本就不会被电到吧，哼，我太了解你了，谢谢 Lady 的新之冠。哦，谢谢 CQMK 的大声说爱你，谢谢 Love You。 谢谢坤坤的干杯，乱放电，等一下我们被电成鱼喵的男女朋友，那很好啊，大家都是我男女朋友。明天有 Trigger，有 revival 哦，真的假的？有 Toliga， 还有 revival， 不错哎，谢谢玉峰的真情告白，谢谢浪客三七九八九一八的新之冠，谢谢新之冠，喵突然心灵鸡汤，对，心灵鸡汤，对，就是兴趣，毕竟就是兴趣嘛，就是觉得。开心最重要，电力太强漏电了，换了另外一个变老鼠。皮卡丘是老鼠吗？我不知道皮卡丘算老鼠吗？透视界前辈，没有很前辈，普通。因为我还蛮晚才玩的，可是就玩的时间也不算短，也不算长，就是中间型的吧。秒星之冠刚领了。没按到就不算吗？不算什么、啊？没有按到什么东西？
忘了下载我的可爱的小象。关于 cos 的问女喵主，没错，没有啦，没有，普通普通，就是至少玩起来有一点小成就吧，觉得。小象不可爱，小象不可爱哦，我不知道，我还没有按呢，等我一下。哦，谢谢本人的新之冠。看一下小象什么？小象好好笑哦，这是什么？小象太好笑了吧，这个。那我还是换回我的皇冠好了，还是公主，硬要，但没头发，那个绑正马尾都看不到马尾，讨厌，是应该要绑个侧马尾啊，我一直换才会有头发，谢谢谢谢玉峰的星星。谢谢，谢谢玉峰的粉丝团打 call。哦，强森升到一级了，谢谢强森，谢谢阿基亚的新资管。Hello 志伟，嗨尚廷，嗨博汉，国树还没有来吗？哎，对，他今天晚来了，国树迟到了。年装好看 ，Hello 李威，谢谢。皮卡丘是老鼠哦，皮卡丘算老鼠哦。我有抓到另外一个，还有什么正电拍拍，有副电拍拍吗？我有抓到正电拍拍，只是我最近把那个 Pokemon Go 就是载回来，因为就是觉得就是因为前阵子看到会有，就是我不是之前有提到，就是看到一群人就是在那边抓那个皮卡丘，不是皮卡丘，抓神奇宝贝，那我就觉得很好玩，我就觉得那个场景很有趣，然后我说反正。就是走路，就是在走路嘛，感觉有点无聊。然后想说，那既然就是要走路，那我就也是边走边来抓神奇宝贝好了，这样子。然后我就把它载回来玩，然后就发现，因为我太久没玩了，我玩之前玩的时间是2016、2017的时候了，就已经两年没玩了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有用那个就是酷狗的记录，所以会有记录。然后我就发现，天啊，多了好多，就是很多。就是新的那个神奇宝贝，就觉得哎、欸、还不错，因为一堆都没有抓过，就觉得很想要边走边抓。再换日子要崩土了。有人喜欢看马尾，一直换。刚刚没听到新之冠，你没按到会算吗？好像也会算呢、欸，听说，只是我没有特别按那个活动，但好像也会算吧，我不确定，可能要看一下这里有吗？这个吗？是星梦计划吗？嗯，好像是星梦计划的吧。可是他们的那个分数好可怕哦，他们分数都是几万几万吗？几十万在计算的。那我刚看了一下我的积分，嗯，340，好好笑哦，差超多的。太欠晚，也要去找他们合照。我们有14个男人啊。真的，就是我很羡慕可以扮男生的女生，因为我的脸不太适合扮男生，就是比较帅的男生。果然是家住城堡的公主，没有，家是小城堡，小城堡不大啦，小小的。嗨，伟林，小象很幼稚耶，那个小象很奇怪，那个，好好笑。晚安。佛树不来了，为什么他不来了？他去看谁啊？他去看谁了？说，开始卖国树，不是你们不是说他不知道卖他吗？赶快卖他！生七七，你们要生七七，赶快卖他，卖好卖满。正面是红哦，真的吗？正面是红色的，所以我抓到的是红色，所以我还少一个蓝色的。嘿。我还没有遇到副电拍拍，有人说国树不来了，正副电拍拍，国树一定在别人家浪，他在哪里？他在哪里？给我找出来！
超神奇。对啊，真心派派真的好可爱哦！我这是不是一直都在欺骗我们呀？欺骗我啊？欺骗你？欺骗你什么？欺骗你什么？他还跟我说，他还跟我说，他绝对不会出国深造的。那个意思是他一定会来，不是吗？结果他没有来。Hello， 夜风明月，现在在玩什么？现在在玩什么 ？Pokemon Go。其实玩很多游戏，但很多都会就是放着，全部都是影子，已经出到第四代了。哦，是这样子哦。路上看得到新的吗？看得到啊。就是会有很多我以前都没有办法抓的，就是没有办法抓的那个。想要解锁特效，可是这个是那个，这个是那个开播的时长，这个是算开播的时长。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戳戳你和能量话筒收集到500的话，就会有蒙恬兔耳。然后1000的话会有猫耳。哎，那我。抱歉，我刚刚按到东西了，刚按到那个我的分页。我想要那个猫耳，可是猫耳的要1000哦。谢谢月风明月的 B52轰炸机，谢谢。那是全部都是酒吧，那是酒吧，那不是那个吧？一直觉得我刘海很烦。现在很多新宠物。自反了，这样应该有好一点了吧？你有按到按过还会在？星之冠就是星梦计划，嗯，可是我好像我的积分好像蛮少的，其实。捷运看直播会一直卡哦，对啊，因为捷运有时候那个网络不是很稳。对他们的那个很可怕哎、欸，小迪没播，国树什么国树也能迟到，对啊，谢谢夜风明月的时间沙漏，谢谢，喵喵可以当正太，嗯，我有想过出正太，因为我以前想要出那个黑执事里面的谢尔，我喜欢谢尔，然后还有。那个黑子的篮球里面的黑子，不是要被第二个成员说转推了吗？对吗？你看他今天才跟我说，他不会出国深造，就代表他要来看我。结果他竟然没有来看我，生七七，生七七，通气哈。谢谢龙骑士的干杯，谢谢玉峰的星星，谢谢 Mio 的音符。但活动要认真玩，比升血还可怕，真的。那个钱，对，会砸得很凶。不知道哎、欸，还是他有事情吧。Pokemon， 对啊，对，我对他最近有出新的游戏。谢谢夜风明月的干杯。Hello， 洛洛宝。哦，是鸡尾酒哦，是一种鸡尾酒，真的假的？我有喝过鸡尾酒，可是没有不知道他们的名称是什么。想要哪种特效？我要猫耳朵，可是猫耳朵是那个要送戳戳你跟干什么？戳戳你还有什么能量话筒？然后要满1000才会有。他是不是睡了？他没有那么早睡啊，他没有那么早睡吧？还是他可能累了吧？说不定他累了。谢谢开闸的人气泡泡，谢谢人气泡泡。谢谢 SRG 的 Best Wishes。你刚刚有跟他聊天，是他睡了吗？没有吗？你觉得我睡了可以吗？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出看看，但是要对要有那个机会。谢谢 CKMK 的做错牛。
可以剪了，帮你骂他。他怎么那么早睡啊？今天什么？等一下，从他在约会当天穿了另一件衣服，另一件衣服什么？谢谢本人的戳戳你哦。怎么变这个？哎，能量话筒哎，原来能量话筒长这样子哦。谢谢小俊能量话筒，啦啦啦啦，要唱歌。谢谢林公子，快没地方去了。为什么柔君还在上班？嗨 ，M 碎 T T， 谢谢谢谢不入流的能量话筒。我是胖虎，我是什么？谢谢谢谢阿 Kira 的抽车迷。哦，谢谢夜风明月的人气独角兽，谢谢谢谢谢谢夜风明月，谢谢。谢谢人气泡泡，嗨奥斯卡，空班啦，来自很好的有人说的，来自很好有人说的，要不要说国树也转推了？哼，国树也转推了，没有啦，他说你真的在睡觉吗？看完嘉义王的台他就累了，哦、还好去看嘉义王的台，谢谢 Leggy 的戳戳你。哦，谢谢 Leggy 的能量话筒。我不会唱那首。谢谢 Jake 的干杯。1000个戳戳你，对，有点多，其实是应该是1000个戳戳你加能量话筒加起来要1000个，应该是这样。看一下，他说戳戳你或者是能量话筒的礼物收集达到1000呢，那是不是只能一种啊？他说货，对不对？他说能戳戳你和能量或能量话筒，意思说只能选一种吗？那怎么办？我要请大家集中帮我丢一种就好吗？你们要丢哪？你们想丢哪一种？如果丢能量话筒的话，说你可以听我唱歌，超级一小段这样，因为有个麦克风嘛，就很想唱歌。他从今什么？他今天从中午告白到刚刚。好，国树他竟然忘了我，他竟然累了，然后就休息了，怎么可以这样？我好难过。你们帮我转跟他转达，我好难过。他竟然就这样忽略我，然后去睡觉觉了。笑死，好歹也挂着嘛。啊，我是孩子王。俺は通り、何？俺は通り、スカリのアイドルオタクだ。アイドルオタク。一件很好的衣服，一件很好的衣服。不好说，晚点传给你。好哦。Hello， 陈恩。慢点。这不是一家的歌，什么叫一家的歌？我们也要唱一家的歌啊。我不知道一家，我不知道一家有什么歌啊。我不是，我为什么要唱一家的歌？问号。谢谢醉者干杯。唱，我是胖虎，我是孩子王。Hello， 志凯。这要送好久，对啊，这样只能其中一个吧。我不知道啊，它不会显示啊，它不会显示，它就是到了。到了就会送，所以我这边也不知道我收集了几个，我这里看不到他到底收集了几个，因为他不会写，他就是到了他就会自己更新，然后就会对，就是可以下载这样，所以我目前是不能下载的，这个要收集好久，或是不是都可以啊？我也不知道哎，不确定。因为他也没办法，我没办法看他怎么计算的。被叫要多来看饮料。嗨，阿华华 ，Hello， 阿华华。我记得阿华华，我好像说他感觉很像我弟弟的 feel， 没有错吧？我没有记错人的话。我说阿华华像我弟弟的感觉，因为我有表弟，然后就是因为我表弟也很高。因为我其实在我家算蛮矮的，然后所以就是他们都很高，然后就他看起来有点像，就是不知道，我就觉得阿华看起来像小孩子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稚气，还是会有一种稚气感，
谢谢夜风明月的干什么什么瓶，是干瓶吗？干杯变干瓶吗？谢谢干香槟，谢谢夜风明月的干香槟。欸，我很喜欢喝香槟耶。帮转达，帮转达，终于卡回来了，这种下面可以让你瞄认你了。太远了啦，有点糊糊的，但应该还可以。这上次有来吗？昨天，前天，所以整合要100万，这么多吗？这么多吗？100万吗？谢谢夜风明月，辛苦了，上班辛苦了。火树可能在忙，你要做一个明事理的女友，才不要。他有空就看别人走，没有空来看我。你看他偏心，他明明这个时间就不忙啊，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说他这个时间会忙。你看他有空去看别人的直播，没有空来看我的直播，这样不对啊，对不对？对不对？神奇奇，集中搓，目前12，从哪里看到？怎么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从哪里看，你好厉害哦。好黑的解锁机制，特效是永远的吗？我不知道，应该是永远的吧，我按到了。但是这个是新的，但应该是永远的吧。如果是新的的话，应该不会再收回去，所以应该是永远的。我是说他还不知道要失去你什么，看来他骗我骗很大，应该是他密你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失去我什么吧，然后他后来才失去的，这样可能时间不一样。对，这是 P5 的歌。我有玩过一点点，但是我后来是看动画，因为我不太会玩游戏，就是那类型的，但我有看动画，我后来是看动画，因为游戏要玩很久，动画可以看很快，所以我后来是看动画看完的，算是有点半开放式的结局吧。你只有15，骗人！阿华然后可能就有15，少来，然后可能就有15。5连拍吗？5连拍。哦，谢谢 SRG 的出，等一下，是两个吗？谢谢玉芬的戳戳你哦，神奇奇，谢谢戳戳你，谢谢玉芬的戳戳你。你是一次送很多啊？你喝怎么那么久？谢谢 SRG 的干杯。刚刚拍到哪里了？一拍而已，一拍二。然后呢？3、4、5。耶！刚传给小盒子，你再看看。好哦。Hello， 晚安。还有鱿鱼，下次让他惨。这句话不要说，他会生气。今天有点不一样，应该是眼妆吧。我今天擦橘色的，橘色眼影就用的比较重，因为我怕这个会吃妆，然后我就打得很重。对嘛，他有空去看别人走，没有空看我，对不对？不可以，不该这样。谢谢阿 Kia 的干杯。嗨潘潘，谢谢蜜柚加油，谢谢玉峰的闪光星星，谢谢阿基亚的干杯。
台西兰昌林 Edison 马路摩 Long Jeans 蔡正宏哎呀已经办了好快嘿那我们进入正题吧今天跟大家聊我想问大家对19号那天的活动大家觉得如何呀好玩吗好玩吗其实还是蛮紧张的 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有时候会因为我很怕就是大家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然后我又很怕就是大家太安静然后就我一个人在讲话我就觉得感觉不是就是因为我很想要就是听到大家跟我说话就我比较希望大家跟我多跟我讲话就不要就是我一个人在讲话这样因为我就还蛮想要收集各方面的资讯之类的各方面的资讯应该是比较想要了解一下大家的想法吧虽然感觉大家都挺害羞的礼拜六去看万展跟晨晨啊对啊有点暗那个光线谢谢玉峰的星星有啊开啥就是我说了很小只的那一个真的很小只耶因为照片上看不出来跟我一样大家都误会我看起来很大只谢谢夜风云月戳戳你答案怎么处置国术去出国深造好了真的送出国这样那天里面很可爱真的吗可是艾斯看起来就是一副就是我不想说话艾斯真的是一副看起来我不想说话就这样然后我就想说艾斯你可不可以说点话然后你这样跟我说我就说那我找诗雅来跟我说话好了这样你还真的说大概只有跟诗雅才有办法讲话太可恶了我下次就叫诗雅陪你说一整天好了生气气把你推给诗雅推不多的感觉尴尬是吗会没有关系就都聊啊就是除非你真的对他不熟之类的吧可以随便讲嗨手滑哥你们去没关系那时不会很尴尬吧有时候就有点尴尬因为就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讲什么下周的星梦特效比较好拿哦真的吗有新的呀问完了要分开计算啊这么麻烦呀听说喵很小只对我本人很其实我本来就很小只骗人爱是说谎他明明就是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他这就是他这爱就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讲什么的脸聊时事但应该觉得无聊吧因为毕竟约会不想要聊时事就是觉得怪怪的没去默默看 report 我有在看大家的 report 但我喜欢看大家的 report很好笑没有只是看成员害羞是这样吗可是你看诗雅你就不会害羞啊为什么你看到你的诗雅就不会害羞太紧张忘了看喵的耳环的耳环是肉很像肉球我觉得很像肉球最近一本书叫你根本不懂偶像哦你根本不懂偶像嘿我也那么觉得615可能会去好哦嗨柔俊对我了解了吗经过礼拜日后柔俊也是一个傲娇啊柔俊也是傲娇吧没得去忘记你说什么了我也不太记得好郭树来了郭树你睡醒了Hello 手滑哥国顺你是不是睡死了好啊你也想跟诗雅聊一天好那我去问诗雅看有什么机会可以聊一天好不好
只记得第三层讲，两分钟太短。对，突然发现两分钟其实有点短。名牌会被打到吗？不会啊，还好。会被打吗？会吗？觉得还好，很好认的、欸。其实战犯来了，我也是这样，不知道跟成员说什么。好吧，你怎么了？哎、欸，你迟到了半小时，罚跪，超凶，就罚跪，面壁思过，面壁思过，索华哥要上班了，辛苦了，要上班，索华哥要上夜班。他取来了，果树母汤，记警告，先道歉，笑死！谢谢，就是不想被念名字嘛的枫叶，谢谢玉枫的星星，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因为被吃掉了，所以我没看到大家的礼物。什么？你们跟思雅见面四五次，就我四五次，啊也是啊，我出现的时间比较少，刚刚睡死了。他真的刚刚睡死了，他真的睡死了，我的天哪！嗨，思源，看到喜欢的才会害羞，不应该是这样吗？看到喜欢的会害羞吧？谢谢国树的干杯，不是很正常吗？人来就没事了，对。看到十角七小姐，你们害羞对不对？Hello VKY 想好，丢戳戳你宿醉，谢谢手套的枫叶，谢谢。两分钟真的很短，应该说知道要讲什么之后，就会觉得两分钟蛮短的。哪里傲娇啊？我觉得你很傲娇哎、欸，你也是嘴上说不喜欢，其实心里是喜欢的呗。我觉得有点傲娇。等到我等你等到睡着，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好啦，算了，你有来原谅你，好好笑，你有来原谅你。还没啦，你今天10:45的班，那还蛮久的，还有35分钟。谢谢国树的干杯。没有啦，开玩笑的。哎、欸，你不要真的去罚跪、欸！你不要真的去罚跪！谢谢勇哥的枫叶。Hello， 金曲天陌生人。9:10的时候去休息就睡死了。可是我9:30的时候播的呀。就你等到10分的时候，你就已经快开始，结果你就睡着了。你可以开着开起来再睡，你开起来挂着睡。嗨 CYC， 嗨 DJ 一，傲娇的企鹅，只剩下你们撩撩老师秘书的记忆怎么写旅铺？这是什么东西？说等到睡着是说思雨迟到吗？哪有，我也才迟到1分钟。1分钟而已，真的很短，直接玩就差不多了，真的。觉得就会觉得整个聊天都在，真的吗？整个聊天室，刚才他们在呼叫国树，雨喵生气了这样吗？超怕一次雨喵生气气中，跪着看直播，开玩笑的啦。对啊对啊，第一场都是我的，觉得还蛮厉害的耶，那个几率很小，就是刚好两场的第一个都是我，上天安排的。对啊，就是命运，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命要。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真的吗？柔君还是爱我的，我知道。我知道柔君还是爱我的。刚刚思雨非常非常生气气啊，也没有啦，开玩笑的。如果他真的一整天都不来的话，我会生气气，没有错。硬要。先去睡，晚安，晚安。
太延迟，对，延迟了，不止聊天室，真的吗？好可怕哦！甚至被召唤，根本不会有人召唤我，因为上庭都会先去看别人。没有啊，开玩笑，因为你要忙啊，你不是要不是要读书吗？还有什么？下次看你们直播前都要来看一下，再晚都要来看一下直播，是不会到很晚啦。但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真的累很累啊什么的，其实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还好啦，只是真的有事情或者是就是上班上很累啊，想要休息啊什么的。谢谢手滑哥的真情告白，不要在10:10听了一整天。对耶，好好笑哦。对耶，你们听了一整天，谢谢 Mio。我还没有听到你说的小声的话，小声的话，小声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小声的话，你要准备要聊什么？命中注定的什么？命中注定什么？什么芋头？命中注定的相遇哦，相遇，这不是电彩一样啊，电彩一样啊，用直播的方式宣传你们直播的时间，谢谢。等等要去补档，偷说了你什么？这个吗？这不好说。而且也说不定你啊就看不到档了。看到羽喵就不累啦、啊，真的吗？很累，反而想看到你们。是哦，真的假的？谢谢，我们是什么心灵鸡汤？心灵鸡汤什么？我是在七曲里面买的，真的假的？因为会场太吵了，所以没听见。嗯，是吗？那时候说什么？我想想，你那时候说了什么？我自己也不太记得了，怎么办？讲太多话了，因为都是我在讲话的，所以我自己也不太记得跟大家说了什么。过后撤档，没有错。谢谢手滑哥的音符。秘密要伤胆，没有，我只是我把它锁私人这样。心灵母汤什么？没有心灵母汤，没有母汤。是哪个礼物？戳戳你是戳戳你，大家好像都丢戳戳你。嗨，李梦，嗨一盘的葱。嗨，陈恩。那我的感想，你的感想是什么？你的感想就是我只知道你推美玲。谢谢 Lady 的戳戳你。这首我已经会唱很久嘞。这首我会唱很久。谢谢 Lady 的戳戳你。成功的有没我一马也没一步离开这所有999的哦，还有999哦，真的假的？难怪。谢谢夜风明月的戳戳你哦。那天有想说没说的吗？没，还好啊。其实我比较想要听你们说，重点不是我说什么，重点是你们说什么。重点是我想要听你们讲多一点。对啊，我的话不是重点啦。谢谢季风亮的干杯。有没有糖？应该很少米汤了吧？现在比较少，其实。嗨，米叔。夜雨季北真真性格，我爱他，你爱我，我爱他。因为陈恩也很少讲话，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讲的什么。因为你真的没有讲什么，对啊，所以陈恩的印象也没有很深，因为你真的没有讲话。好贵耶，999。对啊，999其实不便宜。不便宜。
嗨，皇冠胖可丁，嗨子涵，嗨阿佳，小旺旺，你很穷，最好，最好啦！索华哥说自己很穷，快围攻他，快围攻，快围攻索华哥。嗨，小梦梦，怎么了？国术怎么了？国术一副好像那个什么，一副好像要被审核的感觉。嗨，亲，其实月后我对九个成员都没有说话。对啊，我有听你说，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有跟诗雅比较有话讲吗？所以我知道你们有什么话讲，而且我记得你有写吧，你说麻油、诗雅跟阿潘不是吗？对吧？爱死是说这三个人吧，说印象比较深的是阿潘、麻油跟诗雅，应该没有记错。记得雨喵有问大家觉得雨喵的优点，可是他们都只说五汤啊，除了五汤，他们说不出别的了，这让我很难过。除了五汤以外，没有别的了吗？拜托有别的吧？除了五汤，有没有比较实际一点的？实际一点的 ，please。爱死你的 report 很清楚，真的。嗨七七，郑维。是两分钟太少了，嗯，真的，因为一会聊得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两分钟好短。你讲会不会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多讲一点话，我喜欢大家多讲一点话。说就看到索华哥了，我等看到，哦，没关系，都可以，都行，看大家喜欢哪一种，一脸懵了。雨喵，我还剩第二场礼物还没打好，真的吗？等你打好。为什么爱上 A 一下？第三场有问题，觉得哪里要改进？嗯，可是他好像也没有提到什么，就是直播的部分。记得有人是说那个吧，看起来比较没有精神。可是除了这个，好像就没有别的了吧？好像说好一点了吗？嗯，还好，谢谢。阿潘他不承认，阿潘他不承认，因为他不是说他看到阿潘就想要跟他讲，就是嘴炮，觉得很好笑。他说他看到阿潘就想要怼他，就好吧，笔记乱七八糟还要整理一下，没关系。阿潘是太吵了，是这样吗？嗯，他是优点。就除了那个以外，拜托，除了那以外还有别的吧？就是没有会觉得很难过，因为我就是除了那以外，然后没有别的优点，这样就会觉得好，我是只有那个而已的感觉，你懂吗？所以还希望大家可以多讲一点。你想，我的刘海分叉了，这是哪里呀、啊？这一根是哪里呀、啊？身材比例很好啊，身材比例很好。好，除了那个有没有实际一点的，来的时候没问优点，因为我每一桌讲的不太一样，我不会每一桌都问一样的。嗯，应该说我会看大家有没有想要先讲什么，如果真的大家不知道讲什么，我才会提问，所以我不会每一桌都问。嗨嘉吉，你有说别的也等 report 好啊，等大家的 report。嗨瑞瑞，话题感觉开了就很好聊，真的吗？还以为你们在互言互言，没有，他们真的是不知道讲什么，然后就那我想一下我要讲什么，讲个什么好了，就是至少可以接下去之类的。这桌就我和雨喵聊了很久哦，对啊，可是因为他们害羞啊，其他的女生也很害羞。居然不是大爷吗？然后他叫大爷吗？他叫大爷哦。他叫大爷吗？因为你在美林台不会讲脏话。嗯，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我不知道你在美林台都讲什么。而且你讲他有可能看不懂你。看到雨喵就傻了，要忘记讲什么了，是这样吗？傻了是这样吗？有啊，你还是有讲话。第三场我真的想不起来说了什么。我就问你，我就说，哎、欸，你可不可以讲点话？我说，爱死你，跟你说点话，因为都其他人在讲，那我就看着你，然后我说，哎、欸，爱死你，你可不可以讲点话、啊？
然后你又说你不知道讲什么，就说那你是不是跟思雅就可以讲很多？那你就说对啊，那你就说叫我跟思雅，他帮你讲话。那我就说哎，那我叫思雅来好了，笑死说哎，那我叫思雅来跟你讲话好了，怕一直看到你就瞪你，是这样吗？嗨，北极星，还好还好。你没有问我们三个推你的优点吗？我们那一桌三个耶，可是因为没有，我不会每一个都问一样的、啊，就我不会每一个都问一样的。而且那时候已经有在聊天了吧，所以我就没有特别问。应该说有话聊的，我就不会问，就不太会问。后面是哪里？后面的。那你们觉得我的优点是什么？除了饮汤以外，不要再跟我说饮汤哦，我会生气气。谁敢给我打饮汤？我直接把它封锁，超生气，封锁，看饮汤就封锁这样。会这样明明回留言很甘心啊，本身就是优点，本身就是优点是什么？很贴心，真的吗？记得鱼喵来我这桌都没问问题，因为你们都会自己讲啊，所以我就觉得那就不用问了，因为我是希望你们可以聊多一点，然后因为你们有就是自己想还要聊什么嘛，我本来就是你们有想好要聊什么，就是照你们的聊，那没有的话我就会问这样。可是因为你们那一桌已经先想好了，所以我就没有问。有一个你的神推，就算没有神推，好像都还是会知道，就是都还是会，好像也都认识我，可能是第一桌的关系吧。有可能害羞真的聊不到什么。第二场是第一桌，因为第二场没有，就是想好自己要说什么就还好。不要逼我啊，你跟西西一样害羞，哪有啊？西西超害羞的。我会无聊说哎，西西你看这边啊，看这里，那我就问他说哎，该不会西西刚才看到林姐是这样吧，然后他看到每一个人都这样，因为觉得好可爱，他说看到大家都很害羞，我说好吧，因为他都会拿扇子然后遮住自己的脸，然后他都不会讲话，然后想说可以，就是想说要聊，想聊一下，然后他就说啊太害羞了，他不知道聊什么。我很常看到我的推就忘记要说什么，好像都是这样哎，好奇怪，好特别哦。Hello， 嘉阳，跟上次握手会一样，随和粉丝来了。花月风，温柔的大姐姐，怕爆不敢认真话，国术怕超怕。喜好蛮相同的，的优点最近发现一个新的，什么呀？什么什么？长得漂亮啊？哪有，长得不漂亮，少来。很会聊天，感觉很多主题都可以，真的吗？对粉丝很好，有吗？有对粉丝很好吗？有吗？有吗？我自己感觉不出来，对很多事情很认真，不轻易放弃，没有啦，假的。我很容易三分钟热度，应该说要看事情，大方独立，年轻的心，谢谢，还蛮坚强的，我也那么觉得，硬要，谢谢嘉阳的告白气球，而且我觉得大家还蛮贴心的，因为其实大家都不太会问我，就是相关那方面的事情，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大家不会跟我讲那个，知道就会觉得心情有点复杂吧，但就就是希望大家跟平常一样的感觉，唱歌好听，谢谢。可以 po 那天的耳环吗？没有办法 po 那天的耳环欸，但我可以给你看，因为我在手边而已。这样把它打开好了，有点亮，这样很可爱。
就是一个很像肉球，不就很像猫肉球吗？也是粉粉，很可爱。这样讲 ，Hello， 雨过天晴，喜欢你这个优点，喜欢你这个优点是什么？好特别，谢谢无糖的心之冠。觉得羽毛裙子好短，嗯，那件其实，对，那件其实不是我的裙子，是蛮真的，那件真的蛮短的，但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件裙子的，觉得搭起来还蛮好看的，嗯，有点晚点穿给喵，好啊。嗨，彩虹花，就是突然直播会一直什么会这样一句一句回认真回，就是优点啊，真的吗？晚上好，刚刚说要永班，要永班是什么？永班？嗯，本人很美的，有吗？我真的觉得你们看到本人不会幻灭吗？我都觉得我自己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我的画面上跟本人有差，就觉得本人没有那么好看的 feel， 我自己觉得啦。我要骂阿成，跟他同桌一直乱我，还你没有跟子恩讲的话，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围攻他，三分钟热度，热什么？十次就有三十分钟啦，笑死！不知道，反正之前看到直播，觉得波长蛮长的，现在就变这样了。什么是波长？蛮合的波长是什么？什么是波长啊？好特别的用法，波长。表姐的 feel 哦，表姐的 feel， 爽朗笑声好听，大家都觉得我笑声很好笑。他们都觉得我笑起来很好笑，就是那个笑声。改天丢小盒子，好啊！谢谢无糖的心之冠，那个耳环真的很可爱耶。对啊，对啊，对啊，它真的很像肉球耶。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耳环。谢谢全糖的心之冠，我忘记我是去哪里的时候买的了。和我妈还有，我记得我妈妈和我一个朋友一起去逛，然后那时候买的肉球要凑满六个，带不下。可爱呢，阿里嘎多。那天有一个人只有我收到你的告白，我被追着问，真的吗？因为你有说喜欢我啊，所以我就回你了，对不对？如果其他人也有说话，我也会回啦。好好笑。忘记看，没有看到我的裙子吗？我好难过。我觉得我那天真的还蛮符合绿草地的概念，因为我的衣服本身上面就有花花，就是有花，我忘记是什么花，就是白色的，然后裙子是黄色的嘛，所以我看起来还蛮有绿草地的感觉。你们是已经准备了吗？算是，因为我比较没有适合的黄，因为我本来就没有黄色的，就是服饰，所以就是他没有帮我准备这样子，因为没在聊天，所以一直看你，爱子没有在聊天，在看我，谢谢。那天不是裤子吗？没有，它是裤裙，它基本上外形看起来是裙子，但是里面是裤裙呢、啊，但是基本上看起来就是个裙子这样。但里面有裤，就是里面有暗裤，所以就会就是不用怕曝光之类的。很花心，很花心，怎么哪有你们才花心？少来，我只有两个，没有你们花心，哼，我才没有你们花心。
看到本人很惊艳，真的假的？真的吗？不是，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自己本人没有很好看，就是没有照片上看起来那么好看。因为其实照片我还是会微，就是修一下我的，就是皮肤，因为我皮肤上还不是那么好，应该大家都知道，看过本人的话应该要知道。但我不太会特别去修脸型什么的，因为我很怕就是修了会看起来跟本人差很多，所以其实我不会去修脸型，可是我会微修一下皮肤这样子。像我今天长了一个很大的痘痘，它超级凸的，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要消。我要用我的手指头遮住它。你那本人超美的，真的吗？谢谢手滑哥。骗你没看过，太没自信了，真的吗？那我觉得大家都有那个粉丝滤镜，粉丝滤镜，粉丝滤镜太强了啦。真的看到你喵本人幻灭，我觉得差很多，其实。动漫展的时候看到你，觉得你超可爱的，谢谢。你喵很温柔啊，施压吗？因为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对别人施压，其实。嗨，千哥哥 ，Hello。电波可以接收吧？哦，原来是这样。对，还是会有差，就是刚好有一样的兴趣的时候就会有共同点，就比较容易就是会觉得有话题聊之类的。是 Vagroon 的本人比公式照好看，那是公式照啊，不是我自己的照片啊。不是我自己拍的照片，就会觉得我自己拍的照片比本人好看这样。啊，那个痘痘真的很烦。硬要遮的痘痘，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看到，叫换秃头，叫换秃头，真的假的？叫换秃头在戴假发，只说了我推你就说告白，真的吗？是这样吗？我记得你有说喜欢玩什么的。谢谢去冰的心之冠，哈喽欣桐，那天穿超美超美的，真的吗？谢谢。说实在，你那很多痘痘不知道什么，你用粉底遮住了还是看得到。对啊，所以我就说我有，因为应该说有些不是痘痘，也是因为它是沉淀的关系，就是会有那算疤吧，应该算疤啦，就是比较深一点颜色的那种，可能就是因为体质的关系，然后就会很明显，就只好用遮瑕遮掉这样，可是还是蛮明显的其实。大概是第二名，真的吗？啊，你的第一名是紫萱，我知道。你的第一名是紫萱，对吧？我就知道，明明就是裤子，它是裙子，它叫裤裙，但它外表是裙子。因为裤子，你要说它是裤子，你一定是很明显它是分开的，那个才叫裤子。所以那个是裤裙，裤裙的话基本上外观是裙子，所以不能算裤子，懂吗？女生的认知是这样，因为它不是分开了，分看起来分开了才是裤子，但它外面其实是连起来的，所以是裙子，裤裙啦。花心现代代表是有吗？有吗？我不知道有吗？花心代表那天林哦，对对对啊，那天我也是有问他，怎么突然换裙子了？因为它跟之前的裙子不一样嘛，然后我说，我就跟他说，这颜色还蛮特别的，因为它那个颜色的裙子还蛮少见的，因为一般能看到就是比较亮的那种黄色格子裙这样，那我就觉得蛮特别，可是很好看，而且我很羡慕林杰的身材，因为林杰的身材就是高高，然后又很瘦，他真的超级瘦，然后就穿什么都很好看，然后我就还蛮羡慕的，是我自己很羡慕很高的女生，因为我觉得。穿什么都很好看，就是你穿什么都有办法驾驭，可是我其实没有说每一种都很适合，就是还是要看穿搭这样子，但有些我真的穿就是撑不起来，可能因为我原本就比较小只吧，就是身形比较小，有些衣服真的撑不起来，就会看起来很不是很大件，就是会觉得垮垮的吧，松松的感觉。对，我今天开到11点，刚成人就很饱了，聊天就算了，是这样吗？对啊，超羡慕我的麦友很会钓人，超厉害的。真的远远比照片好看，
真的吗？对，其实我不太喜欢，我本来就不太喜欢修脸型什么的，但是我会修皮肤啦，就皮肤而已。我知道我皮肤不好，真的有点麻烦，皮肤的话比较麻烦，真的。只有喵一个没被告白，呜呜，没有啊，我其他也没有被告白啊，我其他也没有告白过啊，你在想什么？我其他也没有告白啊，不是只有你一个啦，不是只有你一个，很多人我都没有告白啦，所以才会是照片啊。对啊，我都说我每次都说我的照片真的是照片，骗人的骗，好不好？我都很大方的承认我的照片真的是假的，大家不要相信我的照片，我的照片会骗人。没有哦，滤镜带200层，200层很多好不好？但是超好看的，本人没超好看也超好看，这什么鬼？好好笑哦，才什么才200层，很多好吗？自动帮我修容，谢谢。好好笑，本人比镜头上好看、我觉得会比直播或者是影片上好看吧，因为影片上的角度真的比较不好调整，然后尤其是别人拍的话就会比较难知道自己的角度在哪里，因为是看不到拍摄的样子，所以没有办法调整，但自己拍的话就还好。嗨帅员，对，那个都已经在这边一个小时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要消，因为他真的超大的，然后他又应该说他是肿起来的那种，或者就是压下去会痛痛的那种，就有点麻烦，因为是属于应该算是有点深层的那种痘痘，消得很慢，大家不要介意，大家请忽略这个大痘痘，忽略一下，谢谢。他其实已经很久了，只是最近可能一直比较晚睡，然后化妆的关系，所以他又肿起来了。公平公平，就本人真的很可爱，哪有什么滤镜？你们对我们太好了，你们对我们太好了啦！学什么？店员堂遮下巴，怎么？他就讲，好好笑，突然变严肃。太正气，现场真的很瘦哎、欸，不管是不是要该多吃一点？没有，最近胖了，就我最近真的胖了，只是我的脸真的看不出来。应该说，我如果没有多很多公斤的话，是看不出我没有胖的。对，没有办法，而且应该说我的骨架很小吧，所以就是如果没有肉的话，就会觉得看起来很瘦。幸伟，你没有推我，笑死，真的吗？好好笑，师姐也太可爱了吧！十点想出现实动态 tag 女喵，你眼镜拿下来说话，眼镜拿下来说话，现场怎么弄？拿一下，拿不下来，笑死，你们个无聊哎！谢谢翻白眼，裤裙是裙子，裙裤是裤子，但不是啊，裤裙就是裙子啦。他只是说，应该不是说真的裙子，就是真的是外表上看起来是裙子，但里面有一层，里面还是有一层裤子的概念。但是只要它外观看起来是裙子的话，它就是偏裙子啊，就是不能说它完全是裤子。反正这叫裤裙，好不好？这叫裤裙，它的归类是裤裙，大家不要那么介意。Hello， 杰心。Hello， 杰心，晚安。Hello， 杰心。高妹有搭配的穿着，你是说高妹吗？可是我觉得高妹穿什么都很好看。看过有人为背景修的不漂亮哦，很正常啊，改 ID 了，哪里？他改什么？周白子，他改什么？看不出你要的照片是照片耶，真的吗？那是你们的滤镜太厉害了。你有被麻油说 Daisuke 还是喜欢羽喵，谢谢。所以是不是真的已经告白的？明娜 Daisuke 好不好？我补一下好不好？明娜 Daisuke，
笑死。因为只是那一次，没有办法，对啊，至少后面的有改进就好，大家不要那么的在意，就是嘛，就是要从失败中学习。谢谢 Leggy 的翻白眼。而且我现在有一层那个化妆品，我现在有一层厚厚的底妆，应该还可以。仙子没有遮到痘痘，笑死！谢谢家人的告白气球，谢谢，谢谢，讨厌痘痘，我自己看到那个痘痘好烦哦。虽然没看到你们本人，不相信照片不会差到哪去的，脸型是不会差到哪去啦，但是就是除了皮肤以外都还好。就是讲我都没发现是吗？渐渐疗愈我的心，心情变好了。为什么阿给你怎么了？现场看起来变小了。对啊，我现场其实我本人真的其实很小只，只是照片太厉害，我太会拍照，谢谢。谢谢。谢谢。应该说帮我拍照的人他会拍照了，我都跟他说帮我就是有点往就是由下往上拍一点，这样脚看起来会很长，然后就会看起来超高的，我都是这样说。我都请他们帮我把我的腿拍长一点，谢谢。超好笑，照片很好，现在本人更好看，真的吗？谢谢，是大家不嫌弃。嗨超哥，因为比完美星人更美，有吗？嗨雪锤，嗨卡瓦哥，嗨博汉，来看可爱的思雨，可爱吗？我当然最可爱啦，自己说，自己说。谢谢阿基亚的真情告白，谢谢不入流的告白气球，谢谢。嗨 ，Abby Fly 好出，谢谢深深的看好你哦，身高排名还蛮。很后面的吧，因为我算是倒数第一二三四五，差不多五吧，五还是六，第五还是第六矮的耶，就是最矮的，从最矮的算，大概是第五还是第六个矮的。我本来就没有很高，就是照片上看起来很高而已。嗨K C， 谢谢人豪的枫叶，认真也把你的疤吓到，认真是一点点被你的。些什么？哈哈，好可爱！现在已经很收敛，很收敛是什么？很收敛，很标致，真的吗？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我很放松。谢谢 AB Fly 干杯！敷面膜，都说敷面膜有用，我敷面膜没有用，真的，我敷面膜完全没有用。边看喵整理明天要表演东西，好哦，喵要早点睡觉哦。嗨黄鱼，怎么推荐台湾国语？台湾国语声音好听，谢谢。皮肤会保湿，可是我的应该说我的肤质状态已经不是保不保养问题了。大家如果聊懂我的话就会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真的好瘦，有一点就是对。可是其实我们团很多女生的手都很瘦啊，你看像那个 Mina 的手也很细啊， Mina 手跟我差不多细耶，然后品涵的也很细啊，品涵也很瘦啊，然后品涵原本就很小只，所以看起来也是很瘦，可以这样我可以一把握住我自己的手。谢谢塔瓦哥，塔瓦哥升等了，不快的节奏，不快的节奏直播。Sayonara， 什么羽喵被风吹断，会吹会断掉吗？不会好不好？哪有那么夸张？吹了就断掉，太可怕吧？像我只要有风雨的时候，我都不能出门。只有风雨，我也不想出门啊，只想要出门啊。只是下雨天真的很不喜欢出门，其实。没办法，方法是。应该说保养它不会变回来，你懂那个意思吗？因为面膜只是一种可以让你的脸保湿的作用，但是它不会把你的疤痕，就是它没办法消掉你的疤痕。而且因为我有些是就是
比较严重一点，就是它真的是有一点有一点点凹的凹洞的那一种洞，就是懂我意思吗？就是对，有点像月球那种概念。就是那种是没有办法靠敷面膜来解决的，就是有点困扰。其实多吃巧克力，多吃巧克力但是不行的，因为它很甜。就是甜食其实会长痘痘，就是吃太多甜食对身体不好，这是真的。就是很多艺人都不太会吃甜的。焦虑我的骨，对，因为我原本骨架就很小，所以就是会有骨头这样子。Mina 的手跟脸不成比例，那不一样。我以前脸其实也很圆，大家如果没有，就是大家如果看过我以前的我的话，就会发现我的脸跟我的身体也是不成比例的，真的。就是如果你只看我的脸，因为我以前脸是蓬的，这个是圆的，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好像有点胖，但没有，就是我脸很圆，可是我的身体还是一样很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个婴儿肥吧，以前婴儿肥。对啊 ，Face 的歌我超喜欢的。洗脸皂嘛，可是真的没有什么用，因为我的有些真的是已经是疤痕的，是没有办法靠那个消掉的。天使一样飞走，我要飞，我要飘走这样。这福袋到底到什么时候啊？我在思考我要不要把它开完。哎，有9000呢，还行。素颜很可怕，也没有到非常可怕，就是不是真的很非常美的脸，做我素颜不是很美的脸，就是不是那种完好无缺，就是光滑的脸，就没有到光滑，我素颜没有到光滑，然后就是会很明显会有，就是很明显会有一些比较颜色比较深的痘疤，但那个其实还可以解决，就是时间过久它就会慢慢消了，可是有些是真的是坑，懂吗？它真的是个坑。那我自己也是蛮困扰的。那不一样啦，哎呦，找一下有没有以前的照片好了。找一下以前的照片吗？你要找看看吗？吃太咸它一直长，其实都会太，只要你吃重口味都不行，就是你只要吃太重口味，你对身体都不好，所以甜的也不行，咸的太咸的也不行，太辣也不行，而且因为我的体质比较我的体质比较差，就是我很难吸收东西，就是我吸收东西很慢，然后就是很容易吃的东西不知道跑哪，就是那个养分不知道跑哪这样。吃甜食又喝咖啡，让你胃酸逆流了吗？笑死！我胃也不好，是真的，柯南那样，柯南。我没办法教他怎么瘦脸，因为我的脸瘦下来是靠那个整牙的，我是因为戴牙套才这么瘦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教他怎么，我没有办法教他怎么瘦脸，除非就唯一能教可能、就是、那就戴牙套看看之类的，可以戴牙套看看，真的，其实戴牙套会还是会改变一点脸型，就是有差、欸、其实，以前发型有影响吧？没有欸，以前发型跟我现在发型是差不多，就我以前是妹妹头而已。就是顶多我以前是妹妹头，但是我刘海一直都是这样，就没有变过。然后不是有放过以前的照影片？哦，没有，是更以前的。那个已经是我戴完牙套的时候的了，但是你们没有看过我戴牙套之前的，所以应该很难想象我以前的脸有多圆。刚才那个不是可以用镭射吗？但是还是要看每个人的复原的状态耶，就是也没有，对，而且其实我也没有就是特别去用，以前是婴儿肥，对，以前算是婴儿肥。应援扇放在哪里？你想要把我的，看你啊，你想要放在哪里？没有到光滑。什么啦，三唱是什么？笑死！哦，真的吗？是这样啊、喔，会变成人气卡。那我要不要用掉啊？会怕我不推你吗？我不知道啊，看每个人吧。因为其实大家会在意的点应该不是这个吧？就像
就像其实我觉得大家不会介意我们的身材是一样的道理啊，你们也不会介意我们的身材，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还好，因为毕竟你喜欢一个人，不是真的不是因为他的脸或者是他的身材什么的，一定是因为喜欢他的个性，就是喜欢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说话方式啊，他的才华啊之类的，你也不会因为他长得丑就不喜欢。就像其实我还蛮欣赏很多就是会唱歌的艺人，就是他们真的长得没有到很帅，没有到很漂亮，可是我是喜欢他的才华，喜欢他的歌声，对吧？那我觉得我没有很不会很在意那个。其实谢谢塔瓦哥的新资冠。谢谢陶瓦哥。我的应该没有那么久以前的照片啦。谢谢佑熙的追踪。现在变尖了，对，我现在是没有，我现在是凹的脸，除了尖然后有凹，对啊，脸圆圆的比较可爱。妮娜脸瘦了不少，但是我觉得她的脸还是肉肉的比较可爱，毕竟我觉得那是他的特色，他那样很可爱啊，我觉得他不需要改变他的脸型。你要去接车哦？对啊，时间到了，拜拜，索瓦哥上班加油，拜拜。等我一下哦。给不到安全感的安全感，哦，你们介意我的身材，索瓦哥好笑，就是雨喵的说话方式被圈粉的，真的吗？谢谢 Leggy， 不管雨喵怎么样都喜欢你，谢谢。我以前吐槽过我妈，真的，其实我也不太会去看一个偶像的外表，就是真的我喜欢他的话，我也不会。介意那么多，除非他真的突然太胖之类的，对，我应该说应该会比较想要注意他的身体状况啦，这也不会说啊他变胖就讨厌他这样子，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他哪里不舒服，因为有时候是因为生病的关系才会变胖，或者是压力太大会变胖，其实这是还蛮常有的一个状态，所以就觉得也不会说就是突然变胖就讨厌他之类的。嗯，对，我只要熬夜就会长痘痘是真的，因为因为我年纪已经不是长青春痘年纪了，所以我应该是因为作息的关系长痘痘的。谢谢人豪，因为阿 Ken 烦哎，因为烦哎，你们借我身材，是我太瘦是不是？好，所以就说我太瘦，在意我的身材就说我太瘦吗？那我吃胖一点好了。你们要我吃多胖这样？你们要我吃多胖？我看脸不只看脸，真的吗？双眼皮也很美，我的双眼皮是我妈生给我的，是真的双眼皮，还行。因为我其实以前还蛮有点皮，我的双眼皮有点有时候会有点内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每天的双眼皮都不一样，真的超麻烦的。那因为我妈本来就比较内双，然后因为我眼皮比较重，就是比较厚。然后就是会很容易塌下来，然后就会变成内双，所以有时候还是会就是稍微调整一下这样。今天的月亮蛮大的，嗯，前天是满，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就已经是满月了，就是月亮超级圆的。然后昨天我出门的时候看到很多店家都在拜拜，然后想说哦，那应该是那个吧，15号，就是农历的15号是吗？是吧？应该是这样。是月亮最圆的时候，我很喜欢看月亮其实，我很喜欢它圆圆的样子，就觉得很有趣。而且每天就是月亮颜色不太一样。我有看过，就是有一次月亮真的很黄哎，真的是很黄的黄哎。然后因为前天的月亮是比较偏白色的，就是比较正常的月亮。谢谢帅圆的告白气球，咻。谢谢气球，国树还敢回来，你们好坏哦，开玩笑的啦。
嗨 Sunny， 饭真的不可，不然你要去饭子鱼了。但其实我也很喜欢子鱼啊。手机过热，好哦，没问题，就拜拜。太胖了，手啊都在点名，健康就好，对，我觉得健康就好。因为减重没有，我很开玩笑，在说什么？我又不会介意大家的身材，但我是觉得健康比较重要啦。因为其实太重也是会影响到健康，大家都知道。但是其实有时候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吧，就真的会比较难一点。那其实我也不会很介意那个。谢谢。你要有个特殊的吸引人的魔力，特殊的吸引人魔力，是好好奇哦。我有魔力，是我有法力，我是女巫，笑死。胖的海狗也很健康啊，海狗，真的吗？可是有人说我脾气很差，自己吐槽自己，他个性好，谢谢。但其实他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个性不是个性，就是脾气不好，自己戳自己。没有啦，就是我应该说我很容易沮丧吧，就会看起来很比较没精神这样。等我一下，在哪里来着的？哪首歌呢？跑哪了？来了，从现在开始每天吃炸鸡，不行，炸鸡不健康，因为炸鸡一定会长痘痘，因为炸鸡太油了，就是炸鸡一定会长痘痘，所以不能每天吃炸鸡啊。可以久久吃一次，但不能每天吃啊，不好，会不健康，很不健康。让我有一个安心感，真的吗？可以是什么生酮饮？生酮是什么呀？不知道原因。有啊，柔君应该算有说过吧，应该算是原因之一吧，我也不太确定，但是你有说过啦，但是可能就其实我也讲不出一个为什么会突然喜欢上的原因，其实还蛮正常，因为就是突然一个点，某一个点就有 get 到，然后就会喜欢上，就蛮正常的。但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其实也是我觉得挺正常的啦，因为我也很常就是不知道就莫名其妙喜欢，就是喜欢，可是也是说不出一个点来之类的。喜欢喵的个性，谢谢。也许不是不知道，而是不会具体形容。大概是这个感觉吧。就是像我也有时候也是形容不出一个所以然。说笑的雨喵，今天的主播蛮漂亮的，谢谢咪咪 cat， 谢谢强森的星之冠，谢谢强森。晚安，这里有一颗羽苗，圆月圆圆的好可爱。我不是圆的月亮，我是那个椭圆的。我是椭圆的月亮，你很赞。我突然发现我有点像鸡蛋。我是椭圆的月亮，血月，那是正月，所以很黄。哦，是这样哦。原来是吃这样，真的假的？有差哦。那我觉得，那个月亮怎么这么黄？真的很黄，我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之类的？就通常都有那种感觉，就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那种感觉。很黄的月亮有淡黄黄吗？没有那么黄啊，但是就是真的蛮黄的，比平常看到的月亮还要黄。你在听？手滑哥在？手滑哥不？手滑哥你怎么还在？因为手滑哥去开车了。什么是马猴烧酒？为什么是马猴烧酒？说好疯狂告白呢？没有啊，我说那我跟大家告白一下好了。这样比较公平好不好？比较公平。你们要是女巫要救他吗？这样子。我们其实最近休息的时候都在玩那个狼人杀，超白痴的。你知道我们休息时间都在玩狼人杀吗？我们那天就是19号那天啊，然后我们不是就是
一批换完之后会有休息时间嘛，然后我们都在玩狼人杀，超好笑。就我意外我还蛮会玩的，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新手吧，就是看不出来一个，就是看不出我到底是不是在说谎。然后因为我和品涵都算新手，然后他们就是也是品涵真的是超好笑，品涵真的是超难捉摸的，就是品涵的思维很跳痛，就是他真的很可爱，就觉得很好玩，就是品涵的反应很好玩，然后我们大家就会就是会吐槽他这样，所以我好像玩的时候跟他们玩的时候，我好像没有输，就是我玩的阵营都没有输过，就是还蛮好玩，还蛮好笑的，就发现哎，这样看来我好像还行，脾气差又脏，脾气差又脏，因为我现在挺干净的哟，我现在没有那么脏了，好不好？笑死，那男朋友不就常常被骂？其实也不会吧，我好久没吃炸鸡了，真的。要忍耐，生酮不吃淀粉糖，生酮，哎呦，你有说过，对，我记得你有说过，生酮是什么呀？生酮，感觉很像不能吃的东西的 feel， 就那个名称听起来。谢谢康威的那个干杯。那你刚刚还问我们喜欢你哪边？那跟告白有关系吗？我突然一个茫然，蔡玉祥放进来就被我绑了，被绑架，我绑架别人，除了反正那么多粉丝不会去你房间，笑死，没有，现在房间很干净，你们以后就会知道了。鲨鱼喵的气质吧，气质是什么？气质这东西能吃吗？就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气质，怎么办？我有气质吗？还是你指的是另外一种气质？因为我指的气质是这种的那种气质，你懂吗？就是那种因为我觉得我很大辣辣，所以我不属于那种气，就是我不属于那种很真的很优雅的气质，我不是优雅的气质，可能是别种气质吧，也许。什么马猴烧酒是哦，马猴原来是这样，马猴烧酒我完全没有想到耶。狼人杀，对，狼人杀很夯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秀酒，天大是今天要我疯狂告白你了，哦，是这样吗？那来吧来吧，大家可以告白喽，硬要。你要先去洗澡，好啊，拜拜。向婷晚安，因为我等一下也差不多要关了，先跟你说晚安。妮娜说真的吗？我想想。好像还好啦，没有到每次都低，也没有到每次。对，平安有自己的世界，还蛮特别的。因为我很厉害，就代表我很会演戏，有没有？我很会装，我又装无辜，你知道吗？我都会这样，啊，什么东西？我都会装无辜，说什么东西？我不懂啊，什么？超白痴的。阿瓦隆有听过，可是没有玩过。阿瓦隆没有玩过，但是有听过。对，你怎么知道？私下帮我们抓来玩的。Hello 卡丘，当然有杀到人吗？有，可是其实是别人叫他杀的啦。真的，平常都跟着别人杀，因为会有两三个狼人嘛。然后如果他突然当到狼的时候，然后就是其他人就是他会照着其他人杀这样，就是他会有点。状况外，他真的超可爱，而且他真的是，他是杀完之后才问我们说：“男人可以不杀人吗？”超可爱的，我说不行，一定要。就觉得他的那个思维很可爱，你知道吗？就很跳脱，就平常。谢谢樱桃猫的干杯，谢谢康姆的干杯，真的很难懂，我很难懂吗？其实是要粉丝告白吧。是这样吗？我以为是他们要有告白，我一直以为是你们要有告白。中二的气质，中二的气质，干净的话自己就会不见了。干净不见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对啊，对啊，就是我妈妈有帮我清一下，因为我爸帮我搬了那个箱柜子嘛，然后我妈就觉得有些东西就是。
不想放在桌上，然后就帮我清清到柜子里这样子。但有些东西是我自己摆的啦，因为就我有我自己喜欢的摆设，所以有些后来有些东西是我自己调整的，这样就是以后有机会的话，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自己房间的摆设，这样就是柜子的摆设，我自己是有调整过的。就我自己还是蛮讲究的，因为我的周边有点多，然后因为我的床头柜有点摆不下，然后就把它摆到柜子上这样子，脸有气质没有？连我脸有气质吗？猫咪的气质，讲不讲话真的有，对，不讲话真的有气质，真的，大家都以为我很，大家真的都是觉得我刚见面的时候觉得我好有气质，就是很像，就是很乖，就是乖乖的那种女生吧，就是不讲话看起来很正常，讲话了之后就不正常，讲话就不正常了。喵喵的气质哦，牛肉哦，真的假的？嘿，你是说要健康吗？还是要增重的话？我很喜欢吃牛肉，可是因为牛肉比较贵，所以我自己不太敢买牛肉来吃，都只吃鸡肉。我真的都只吃鸡肉，我自己不太敢买牛肉，因为真的太贵了。喵的气质很独特，不会那么觉得。我也觉得我自己的个性很怪耶，真的很怪。那再待一下好了。谢谢。好啦，我也很喜欢大家，是真的，就是至少就是大家都会一直陪着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对，就是即使我这一次的单曲可能没有被选上，但我觉得一半可能是自己的问题吧。就是觉得可能自己还不够努力这样子，所以就谢谢大家还是一直支持我这样，所以我也会很努力的。但之后应该也是会有，还是会有别的活动啦，所以大家不用那么的担心这样子。谢谢。对，可以杀自己，就是大家可以讨论好要杀谁这样。风水师。大叔抓的那个姿势，他那是什么病娇吗？病娇，谢谢百元的搓搓泥，谢谢。吃白肉很健康，对，我真的只吃，就是自己煎自己炒，也算煎吗？煎那个鸡肉。我才不会哭。不会哭啦，因为我自己已经哭完了，好不好？自己说，我自己已经哭完了，好不好？不要这样，不要害我哭。太大叔了，太大叔是什么？没有，那只是因为期待第三。谢谢 CQMK 的枫叶，谢谢深深的卡尼哦。没有，应该说摆设是摆设问题，不是干不干净，不是干不干净，是摆，就是漂不漂亮的问题。因为一直都是干净的啊，那个柜子一直都是干净的，因为那个柜子是我没有放什么东西，通常都是放我一些小小东西，什么装饰的，然后杯子、玩偶这样而已，所以其实里面没有奇怪的东西。谢谢太空的枫叶。谢谢本人的搓搓泥哦，谢谢落日的枫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爱。我就什么，哪有？我究竟什么？IG有影片，有，我有看到哦，谢谢。读了，你说不定其他歌有。虽然我的心跟我的大头贴一样，你的大头贴。好可爱哦。谢谢那个夜风明月的啾啾牛。谢谢。有啊，我不是看了吗？不是。没有啦，对，反正对。什么时候哭的不重要，就是哭过了，好不好？哭完了，不哭了。谢谢 SRG 的看好你哦。
谢谢老沙的干杯，一起加油。泰山吹，谢谢志伟的应援棒，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博汉的星星，谢谢朱里恩的你最闪亮，谢谢 Ben 的 Kiss 猪猪，谢谢 Blue 友的 Love You， 谢谢朱里恩的你最闪亮，谢谢上庭的 Love You， 谢谢塔瓦哥的你最闪亮，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礼物，谢谢，谢谢深深的你最闪亮，那我差不多要下播了。开一下我的另外一只，只是它很卡哎、欸，我的手机可能快不行了。我这只 i6 开浪的时候很慢，就是超级慢，然后它会显示说什么网络问题什么的，就是明明就没有问题，可是它会一直连线不上。我的手机它快要寿终正寝了，怎么办？没有，我已经哭过了，没有啦。谢谢塔瓦哥的你最闪亮，谢谢朱里恩的你最闪亮。i6s 我是 6s， 可是他一样会挂了。你看超慢，他竟然跟我说连线不上哎、欸，空白的，怎么办？好慢哦 ！Please 不要这样，我知道你快要不行了，撑一会儿嘛。那真的开不起来，好烂哦。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我更新过了、欸，就我更新了我的 iPhone， 但是还是开不太起来。怎么办？好慢哦、喔！哎呦，网络名就没有问题啊！是手机，我的手机啊，可是我的手机开不起来耶、欸，很奇怪，我的 6S 也开不起来。谢谢塔瓦哥。谢谢大家，谢谢阿基拉的看护你哦。然后Asus 的话其实还好，而且Asus很便宜。没有，我的是 6S， 可是它就是开不起来，很奇怪。那有更新，但是更新的我还是开不太起来耶。有了，它真的超级慢，超级慢。等我一下，快好了。谢谢怀怀的看看你哦，是直播的情绪很低落，该不是？不是啊，不是吧？不是，那个时候应该是刚好就是想睡觉而已，对。那时候应该只是刚好想睡觉。我没有室友怎么办？现在他们真的都不在。谢谢怀怀看看你哦。等一下，有了，我能咚咚咚咚咚咚咚，等一下哦，开一下。耶耶耶，谢谢，我来念一下，第十五，宿舍只有我和云爵，可是云爵也在开直播，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跟他借。第十五是深深，谢谢深深。第十四是 TTP 好多，朱里恩，谢谢朱里恩。第十四朱里恩，谢谢，我超喜欢这首的。第十三是手华哥，谢谢手华哥，他去上班了，辛苦了。第十二是塔瓦哥，谢谢塔瓦哥。第十一是帅源，谢谢帅源，谢谢。第十是嘉阳，谢谢嘉阳。第九是阿基拉，谢谢阿基拉。第八是 Lolly Wolf， 谢谢 Lolly Wolf。第七是 Blue 流，谢谢 Blue 流。第六是 SRG， 谢谢 SRG。第五是北元，谢谢北元。第四是 CQMK， 谢谢 CQMK。第三是，慢走。玉峰，谢谢玉峰，谢谢玉峰 ，Lesky， 第二是 Leggy， 谢谢 Leggy，Leggy ありがとう，大好きだよ。第一是
夜风明月，谢谢夜风明月，谢谢 ，nice 的，ありがと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陪我，谢谢大家都有来看我的直播，大家很乖，大家也是乖宝宝，大家好棒，哎，我最后一个我抢到，我在抢我自己的红包，哎，笑死。其实我的背没有什么大碍，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大碍，就只是可能有时候太就是跳得太动作太大，可能就会复发啦。我也不确定，因为我原本就有一点脊椎侧弯的问题，所以本来就会有点影响动作，但其实基本上练习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就可能真的有时候不小心，可能真的动得太用力吧。其他人跑哪鬼混了？没有，他们对，他们在练习，所以他们都去练习了。宿舍还有小迪、小晴跟雨晴，哎，小迪、小晴跟雨晴嘛。对啊，他们还在练习。好哟，吃宵夜。谢谢大家的支持。把这首歌听完好了，很想把这首歌听完。我的心呢，孤单。K 的金曲选票，哎，这首歌很符合哎。等下第一句 ，I will still love another day， 孤独的滋味も背負ってあげる道なき。SRG 的荧光棒，谢谢深深的音符。哎，帅有人喜欢这首歌吗？真的吗？超喜欢这首歌的，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真的是，我真的听了好几年了，都不会听腻的。之前有听他的演唱会，超感动的。可是他说他那时候刚好有一点感冒，就是喉咙好状态没有那么好，但是还是超级好听的，真的是实力超厉害的，唱歌真的超级好听，超厉害，超喜欢 Cherry 的 ，Cherry 可爱。现在来台湾也不会去了，因为你们。但是现在来台湾我也不会去了，因为你们。啊，什么东西？啊，你是说因为我们？哦，我刚刚有点问号，因为有点不看不太懂你在说什么啊。你一直说如果 Cherry 来的话，可你也不会去，但是然后是因为我们。我刚还在思考，你那句话意思是什么？这样，这个是动画的歌，其实这不是一般的日文歌，因为它其实是动画歌，对，它其实还是动画的歌，跟卡通有点像。虽然卡通跟动画其实有差别，啊，我也很喜欢 Kiss of Death， 可是 Kiss of Death 不好唱。对啊，我也很想要去听，我很想要再听 Egoist 的演唱会，只是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办法抢到票，就是之前是我学姐帮我抢到票的，所以我也不确定到底抢不抢得到票。对，我刚一阵思考，然后想了一下，这样。好啦，那大家晚安，大家辛苦啦。那有点中二，有点中二缺乏。它是日文动画歌，这样讲好了，比较容易理解。谢谢大家晚安，明天就是中午啦。明天超快的，今天看完之后，然后直接到明天中午了，超级快。明天中午的12点，然后会有2个小时，因为我把上礼拜日的时间挪到了礼拜三，对，所以明天中午会开2个小时。拜拜，大家上班加油，上班加油啊，上班加油啊，拜拜。